吃饭了，宝马。姐，我们烧了这个红烧的猪蹄，先来一块猪蹄。好满足，就香干炒的瘦肉，湖南的幽县香干，19.9元3包，建议大家拍3包，现做现发的，没有防腐剂的，很好吃，然后口感很香，而且它没有什么豆腥味。口感很软。这个豆干我卖了1年多，好评是可以达到95%以上的。拜拜。放了这个鸭肉，其实这个是特辣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拍出来感觉一点都不辣。我放了双份的辣椒，
后面有资源拿来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炒的这个牛皮豆干，好好吃。这个是四川的牛皮豆干，薄薄的一片，你回去切一下，直接凉拌或直接炒都很好吃。这个我们这边没有的卖，我在广东这边没有看到有卖这个的。嗯，好好吃。发热了2天都没吃辣椒了。嗯，今天好了一顿吃一下，我觉得我人又活过来了。